龙山时代以后，仅内蒙古中南部到辽西、辽东地区的北方地带，开始出现介于农耕与狩采之间的畜牧农耕社会，成为后来推动中国史发展的原动力之一。长城地带的形成是族群、军事、文化、经济、生态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公元前4世纪开始，长城修建的目的逐渐转变为缓解农耕与游牧政权之间冲突，维护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这一角度，长城可以视作文化交互的通道和纽带，如桥如路，连接往来融通。北京秋日的第一抹朝阳洒落在这段5400米的长城之上。来自世界的青年正以慕田峪长城为背景演奏着乐曲。5年前，年方18岁的唐亚树以中国长城少年的身份向全世界艺术家发出以长城为主题的创作邀约，诚邀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同仁以长城梦想为题，创作出各自不同艺术门类的优秀作品。而此刻的相聚是这场文化之约的延时作答。长城是中国符号，背后的文化深厚，很多人都喜欢长城，但是并不了解长城背后的历史和意义。艺术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向大家传输这些信息，我用我的艺术作品来邀请全世界各个艺术家们继续以长城为题材进行创作，长城文化融入新的灵感，让长城文化更加多元。2019年，首届长城文化国际论坛在慕田峪长城举办，应中国少年唐亚树发自中国的邀约，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导演、电影《狮子王》动画总监托尼·班克罗夫特、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花木兰》编剧雷蒙德·辛格、美国媒体节目及唱片制作人斯宾塞·普洛福等人首次登上了中国的长城。But what is this?It's like an official proclamation or something? Yeah. Can I read it? Yeah, sure. 就是我们在长城上签的，叫长城邀约。我就是想邀请全球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关于长城的作品，用一种现代的方式嘛，来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长城。来自大洋彼岸的一行人在亲眼目睹长城的这一刻被深深的震撼了。Out of breath, but it's wonderful. This is fantastic.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It's really great.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ing a concert here. You know the word awe, inspiration, magic, magic. 作为艺术家的他们，创作灵感也瞬间奔涌而出。Inspiration, showing how the human spirit can rise up.If you can do music that makes you feel this, the wall makes you feel this. I learned that there's a lot of history to the wall, and a lot of generations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spirit of the wall. And I learned that, and I think it's good to create music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We can build that bridge between us, and the Great Wall can be the foundation of that bridge. That's very exciting to me, because the idea of any story is about finding a way that we too can connect to each other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be with each other. We create a better world together. 如今，这份长城邀约还在陆续收到答卷。
旭日出光之中，印度巴拉特兄妹正以冥想的方式将身心与长城融合为一。我们的作品都是跟文化有关系，跟传统有关系，所以就到这么厉害的一个有历史悠久的地方，我们会受到很多的灵感。这一次兄妹二人决定向全球发出征集，世界每个地方的公民可以挑选一块长城砖，搭建出一个全新的现代艺术装置作品，21世纪的长城。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展现一个当代先锋艺术思维解读的长城，一个在他者文化语境中成长的青年视野中的长城。30多次去过长城，我们有一个新的计划，让做一个新的一个装置作品，全世界的人参与这个作品，长城这个历史我们都传播出去，传播出去全世界。对于巴拉特兄妹来说，中国和印度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两国人文交流有着2000余年的历史。中国的敦煌和印度的阿旃陀堪为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见证。以长城文化为题，展开一次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兄妹二人一直以来想要完成的使命。虽然我们不在中国出生的，但是东方的文化我们很容易就融入进来了，特别喜欢中国，希望我们下辈子在中国出生。这组长城对话泰姬陵的青铜雕像，是巴拉特兄妹对于文明互鉴的一种解读，表达的是这个长城保着泰姬陵，希望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长城还有泰姬陵的这个文化交流越来越多，通过我们的艺术作品把中国的长城还有印度的文化表达给全世界。2007年7月，一场互联网投票如风暴般席卷世界数十个国家，近1亿人参与。候选名单中21个全球最著名的人文景观角逐，成为世界新七大奇迹。最终的结果是中国长城以得票最多名列新七大奇迹之首。2023年7月7日，为纪念16年前万里长城获登世界新七大奇迹，夏鹏程正在长城之上将一幅77米的画轴铺展开来。他尝试将中国文化3个重要元素长城、水墨和书法融于自己的作品之中。And as you can see, this is an incredible place, the Great Wall. But today, in addition, we've got this extraordinary artistic feat. Come and have a look. Look, look. I've counted it. It's 77 meters. Of course, a multiple of 7 because it's the 7 wonders. 90分钟后，一幅长城内外在长城上创作完成。这个创作的时候，我这个构思的时间比较长，诗词为魂，书法为骨，既宣传传播了长城文化，又以这个长城为一个载体去推介这个传统的水墨艺术。有人说，画九州，起九道，是农耕社会面对压力与挑战的应对之术。其结果必然是九州衔铜。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华文明的多元并存和兼收并蓄是骨子里的品质。与历史演进同步绵延的长城，同样印证着中华文明的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100多年前，上世纪初的一个深秋，一位美国人攀爬于嘉峪关的一段城墙之上。他花了5个月时间，行程2500多公里，从山海关走到嘉峪关，沿途他拍摄了400盒底片。每当遇到石碑，他都将碑文抄录拓印下来。这个人就是全球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美国传教士威廉·盖洛。一年后，他出版的《中国长城》一书《长城风貌》首次向全世界亮相。百年石穗荏苒，长城依旧牵动着许多来自远方人们的心愿。来自马来西亚的青年阿迪正带领着在北京就学的几位外国留学生攀援古长城。Because all the people is war, right? So he cannot do for here to here, cannot across. Because 算一算，阿迪给留学生们讲长城的历史和故事已经超过千次。阿迪说，尽管已经太多次登上长城，但每一次观察触摸都让自己唤起童年的回忆。这张照片呢，就是爷爷奶奶当年来中国长城时拍的照片。然后呢，当时我们看到长城的时候，就觉得它非常的特别，也很神秘。然后所以对于我们一个马来西亚长大人来说，这个长城就变成了是当年在马来西亚的我和中国的一座桥，连接了我们。然后呢，来到中国过后呢，就是在学校工作的时候就接触到了长城，有机会去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长城，去解开这个谜。长城情节留在阿迪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他自然也未曾想到自己会有一天在照片中的地方工作。这个与祖辈足迹、儿时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也让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守护记忆、守护历史的守城人。我们主要是给长城做一些深度挖掘的一些工作，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些可可爱爱的手册啊，还有一些地图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让一些来到长城的人能够用一些更简单、更可爱的方式去认识长城。我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我能够在中国给中国人讲中国文化，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都来听的时候，我觉得这还是挺值得骄傲的。这几年，阿迪参与清华大学国家文化公园课题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传播长城文化。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来中国看长城。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的时候，我们是换了一个思路，因为长城真的很长，在哪都有长城，但是每一段长城它跟当地的文化又形成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借助各地的长城让大家看到各地的文化，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子一个说法，来长城看中国。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跟你说中国长城的好，他们的可信度自然而然的就有一定的提升了。可能跟外国人的思维一点的方式来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可能同频，也比较容易去了解，更好的把这些长城文化跟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了。每年亲身来到中国登上长城的外国游客200多万人次，长城如一道文明解码，吸引无数人探寻发现，感召中感知，守望中守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召唤力与吸引力。2000多年前，张骞筚路蓝缕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树堡、驿站，直至最西边的别迭里烽燧。
叠叠里烽燧曾是中国同中亚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就是由此山口翻越天山。张骞通西域，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600多年前，郑和扬帆远航，促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正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长城和丝绸之路从它起源上来讲，应该是一种因果关系，就因为有了长城才有了丝绸之路。那么长城呢和丝绸之路又发挥了保护神的作用，一个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就保护北方的这种凶的威胁，第二呢给他们提供给养，提供住宿啊，沿途的好多驿站呢就变成了这种商贸的驿站。其实长城呢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包括和丝绸之路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种打开和世界文明交流的一把金钥匙。万里长城、丝绸之路互为表里，才积淀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丝路与长城相伴，有自信自强，也有开放包容。城上有关，那是坚不可摧的保家卫国；关即是门，那是海纳百川的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载世界对文明交流的期许与渴望。3年前，舒永尝试以一带一路为语境，创作出一幅能够展现当代中国风貌的艺术景观。一想到丝绸之路，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繁华的、诗意的、喧嚣的、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画面。一个驼队在驼铃声中迎着金色的太阳出发，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而背景就是蜿蜒的金色长城尤其是在太阳的这种光照下，那种长长的影子给我一种非常美的感受。于是长城呢就很自然地成为了重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这个时你才猛然会发现原来长城文化就是埋藏在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为寻找创作灵感，舒永再次登上了长城，凝望着、观察着眼前一块块历经岁月沧桑的长城砖，一座由长城墙砖组成丝路金桥的构思逐渐形成。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超级桥梁，它连接起世界与世界人民，这给予了我启迪，让我有了桥的概念。在舒永的眼中，一块块砖是长城的基础，用砖垒成墙，形成障碍。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图景中，砖构筑成为桥。最终舒永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丝路长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明之繁盛，人类之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图腾，交流互鉴的文明见证。2024年新年伊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8人，踏着53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足迹，在当年同一地点合影留念。长城见证了两代人的乒乓友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绝对是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留下对长城的赞叹，也留下和平友谊的愿景。可以说，长城是外国公众对中国最具共识的文化认识，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这就是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来到北京，雪后的长城格外安静。尼克松站在长城之上道：“我们到了长城，成为毛泽东主席说的好汉了。”这个画面定格在那场大雪之后的长城之上，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近千位各国元首及诸多世界风云人物都在长城留下足迹。自1954年至今，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留下了数不清的一幅幅珍贵照片和上百件题词手迹。布什总统来中国，因为我陪着他走嘛，一路上讲和平嘛，我说请总统先生为和平写一句话。然后呢，在那个大的留言板上写 Peace to our people and the best wishes， 祝愿我们的人民。2022年的严冬极寒也抵挡不住冬奥圣火接力的热潮涌。
长城如桥，文明交汇不止，文脉流动不息。长城因此拥有包容博大的生命气象，也因此融通古今，连接四海。看不清楚啊。